以朱诺机场为例，搭乘由爱因布罗克的航线，赏飞空艇，看广播到爱因布罗克，下飞空艇，走出机场，输入导航，跟着导航走，NPC 在喵星人酒吧的右边，与贾娜对话 ，Enter 到底，与伊利亚对话 ，Enter 到底，波特加油，搜寻夜行驶之路，点选，跟着导航走。搭火车，与艾琳娜对话两次 ，Enter 到底，申请进入考场，进入考场，与艾琳娜对话 ，Enter 到底，与盖勒哈利特对话 ，Enter 到底。进入考场，开始打靶，一共有三关，打圆的那个就是了，顺序无所谓，如果失败就关闭副本重来。打靶结束， NPC 出现与之对话， Enter 到底，到下一关，预备打怪，请注意安全，一共有上中下三层，各打三波怪，从上面打到下面，再从下面打到上面，来回跑，把怪全清光就对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玩反叛，转之前才问小林怎么打怪，本来很怕过不了，但还好小林的装备很够力，喝水的量都比小林家的猫还少，小林家的猫都专挑黄蓝汤姜苗七喝，超懂喝的。打完结束， NPC 出现与之对话， Enter 到底，与盖勒哈里特对话， Enter 到底，离开副本，让我瞧一下位置哦，与艾琳娜对话， Enter 到底，急转直成功。